黄经理，今天你心存应该唔正款，我只有下重手甲你拍清净。是中年摸唔着，你这垃圾查某啊你啊哈！嫁个万钱，要去你中年面前顶，你连这么良心的爹爹，我面头前你手甲那边垃圾查哦！总裁妈，以后两个新妇甲你奉胎，安尼敢唔好？阿妈，我从来不讲要这么没见识的查某。三立台湾台天道。